绿色出行，低碳低能耗，恭喜你们被神秘的生态组织选中，这是你们的邀请函。哦，你做什么了？我最近也没干什么坏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已被我们记录下来了。做低碳小事，助力生态大事。据统计，你们已累计垃圾分类2060次。你已累计双面打印2060次。光盘行动2060次。骑车上下班2060次。二手交易2060次。获得了加入绿色生态组织山水协会的资格，成为山水协会永久会员。山水协会给我们的请柬，山水协会永久会员，山水协会。请前往停车场山水协会专车处集合吧。集合吧，哇，出去玩了。会员，会员，永久会员，永久。那我们走了，拜拜，谢谢啊。走走 ，OK。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坐上山水协会的专车。Yeah.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欢迎大军、蒋龙、唐九州、邓恩熙和陈斌，欢迎欢迎，也欢迎回归到节目录制的雨琦。欢迎。大家今天之所以会聚集在这里，是因为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都是优秀的绿色低碳生活践行者。作为一种经济健康幸福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当中没有什么特意暗藏在这里面搞破坏的是吧？应该没有吧。好好好。啥意思？有人穿的就破坏生态吗？有人穿的，你看看今天就这么正式。我起床就这样啊。我起床就这样啊。你穿的确实有点格格不入了，有点。你觉得这个风衣这个装扮像好人吗？对吧？你这个感觉马上就要头上伸出一个直升飞机那种，就是神探嘎就可能。感觉你应该戴的是墨镜。有点用力了，这用力过猛。今天你们十位成员将分成三组进行竞赛，争取成为山水协会的终身会员。哇哦！成为终身会员必须要收集到足够的绿色能量值。今天的竞赛会通过山水刮刮乐来获取绿色能量，在四轮刮刮乐结束之后，累计收获绿色能量值第一的队伍将得到小黄金的奖励。哦，真的吗？黄金啊！累计获得能量值最低的队伍，也就是今天第三名的队伍，不仅无法获得奖品，而且这一队还会有一名成员将面临淘汰。啊，这不录了，淘汰就不录回家了。这明天可以不录了，不录了，他直接飞机票就直接可以，明天就不录了。真的假的？真的，淘汰的意思就是不录了。被淘汰的人将彻底失去竞争山水协会会员的资格，并且也不再参加之后山水协会的任务了。真不录了？真的。接下来我们就将前往收集能量的第一站，西湖边的西泠映射。西湖是杭州的生态名片，而西泠映射就坐落在西湖湖山最盛之地，也是文物盛迹荟萃之所。西泠映射一共有120年了，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书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美誉。中国著名音乐家、书法家李叔同先生也是西泠映射的社员。李叔同先生是《送别》这首歌的作词人。送别大家会唱吧？会唱。要听轩轩老师唱。美琪，不要专门唱，我很尴尬的。情不自禁的唱起来才对。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所以这个上面是乙卯下午，梅白置于平济之炉。下午就是夏天，这个午是那个阴历五月份的意思。哦，哇，夏天五月份。对，乙卯呢是1915年，100多年了。梅白呢是这方印的作者，叫邱志贞，梅白是他的字。字哦。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方。那么我们再来请上第二方国宝。哦。第二方呢，也是我们今天比较重要的一方。这个大哦，好，这个好。看一下字儿，那也不认得呀。管岭湖山，管岭湖山。哎，厉害！还是你，还是你懂。我们看到它刻的是一个细白纹，很细的一个风格的。那么它的作者啊，也是这个邱志贞。那么我们管岭湖山的意义着，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生态和传统艺术和历史人文并涌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愿。西泠穴呢，是以保存金石研究硬穴、建基书画为宗旨。我们有研究这样的高端的一个平台。嗯，其实中国印章篆刻艺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有几千年的历史。今年是我们西泠印社120年庆，刚好是双甲子，这个其实对于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盛事。大家能来印社，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们印社现在在举行大量的专业类的活动，但是这近些年我们其实在比如武进进学校啊，进企业，在年轻人这一块我们也在致力于推广和宣传，通过你们啊，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喜欢啊，了解西泠印社，了解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我们大家举办这一次活动的事情就特别有意义了。够，小风挺凉，但有太阳的地方又挺暖和的，但是很舒服。是的，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李叔同先生管岭湖山的印章，西泠印社社员刻的印是一印难求的。西泠印社也以西湖十景为题材，由12名考试入社的状元篆刻了12枚印章。啊，好看。今天的竞赛，我们会通过山水刮刮乐来获取绿色能量，马上我们就要在这里进行第一轮收集绿色能量值。刚刚大家在来西泠印社的路上也知晓了今天的分组，那你们三队每一队都获得了一张总能量值为5000的刮刮乐，如果刮到西湖十景的印章，你们就可以获得图案下的能量值，如果刮到二标，那底下那个数字是没用的。每一张刮刮乐当中有3个画有哭脸的标志，如果刮到哭脸的话，那这整张刮刮乐就作废了。刮的次数是不做限制的。你们决定一下哪一组先来。我们先来吧。走，行，来吧，来来来，我应该不会第一个刮的，我凭感觉了。我们是随便刮对吧？随便刮。这个其实有点破漏的，你是不是可以看一看？是吧？啊，真的是全靠全靠运气，纯蒙啊这个。这个其实有碰着了，但是都看不清。嗯，看这些场外这个吧，这个怎么样？你感觉？这个吧，刮了，刮，可以。印等一下，有印，这绝对不是，这绝对不是。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有印儿，有印儿。哇，两百可以了。不行不行，必须来一个，必须得来一个。不够不够不够，200，我觉得是不是就够了？哎呀，太少了，太少了。200跟哭脸也没什么区别。谁哥来一个？不是，万一一下归零了就完了。但我觉得应该不至于那么美。
要是我，我肯定继续刮。那我们一定。好会拱火，好会拱火。你最少一人来一个吧。来，你来一个，你来一个。来来来，姐，你这么来一个。陈斌来一个，陈斌来一个。凭感觉来就好。一共就仨姐，你哪有运气那么不好？放哪个？没事，凭感觉。这个。行，听你的，没事儿。行，相信自己的直觉。不对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不能换，不能换啊！哎，有，九百，一千一了，晨儿哥再来一个就够了。得刮得刮，这儿还不刮？再来一个，再来一千一跟哭脸也没区别。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打一个，全哥，凭自己的直觉，不卖关子了，咱就这一把了，好吧？你下。五百，继续，五百，够了，500、900、1600，哇，1600，对呀。太少了，至少2000，这还没到二呢。那咱们三个已经刮了挺多的呀，这多吗？1600哎，1600，咱们仨每个人每一把都有分儿。晨儿哥，首先1600这个数它不够拼，对，太安全了。我跟你说，我们组不到2000不收手，我们3000，太没意思了。Just a game， 这个。对，就这个，完了，因为这个，行，来吧，晨哥，我不看，可以，就他，走你，就他，走你。沾高了，造孽呀！学了，所以不能贪心。其实刚才觉得就够了。选哪个呀？都行，必须2500啊！2500不收手啊！来吧，这个随便选，选，第一个，我要是你，我选第一个。刚刚刮过第一个了，我选。你就坐在左边第一个，没问题，不到2500不收手啊！行，咱都有垫底的了，怕什么？对，什么意思？啊，在这儿啊？对，可以，对，我们没有压力。啊，在这儿啊？哎，我去了！哎呦，去了！哭脸！恭喜，放开整吧。等一下，我们这局结束了吗？没事，还没开始呢吧？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那咱随便来吧。来，先来。那我们刮一个，我们就赢了。对，一个对自己这么没有要求。啊，我就是这样，我很没有游戏体验感呢。选那个阳光洒过的地方。哎，我也觉得是。阳光洒过的地方，我要是你，我就不跟别人走一样的路。嗯，你零分。撒开整，大不了咱再见呗。太无聊了，太安全了，太无聊了，这拍太短了。你们怎么那么没斗志啊 ？OK 了。你看你来，你也没刮一次，刚来，还那么热。来都来了。导演，看我手势，结束。OK 了，导演，看我手势。有点像卖菜，想买全卖的感觉。恭喜魏大勋、雨琦和蒋龙，你们队在这一轮中获得了800绿色能量值，是三队当中收获能量值最多的队伍。谢谢大家。咱们主要是感谢第一组啊，感谢第一组哎的勇气。不客气。感谢恩熙。感谢恩熙。被感谢到了。有点难过呢。出发前，
大家也都已经发了微博，参与到奔跑吧呱呱乐呱出生态美的活动中。伴随录制，微博网友也会发布自己的生态保护行动小视频，争取获得惊喜福利。接下来请大家换上队服，前往西溪湿地奔跑吧康师傅绿茶，健康活力每一分。